球迷激烈欢呼，同一是大学长高国庆26日在台南球场隐退，为了回馈大家的热情，赛前他也特别写下感言：突然叫我写，我想不出什么东西来。表面害羞，但人正笔疾书。高国庆21年的职棒生涯荣获无数奖项，包含金手套、最佳九人奖、安打王，还有年度最有价值球员的殊荣。已经45岁的他，其实已经转任二军教练，如今回归担任球员，并在隐退赛担任指定打击第一棒。哇，那个心情开始就起伏不定，应该也2个星期睡得不太好。历经过大风大浪，但高国庆也难掩紧张。赛前雨势不断，似乎也符合当下的心境。你看，老天爷都哭了，意思叫你不要退。我听了这一句，哎呦，还来得及吗？眼眶泛红，依旧露出坚强笑容，感受到高国庆对球场的留念，球迷也非常不舍，所以他们不畏风雨排队购买周边商品，想让绿色坦克永远在心中留念。有点想哭吧，因为他应该算是我第一位开始追的职棒的球星吧，因为那时候是我爸带我来看同一次的比赛，是退了下来帮台湾棒球培育更多的，可能更多的高国庆或更多的陈金芳、彭胜敏之类，那其实会对台湾的棒球是一个正面的。我们看中间喽，无数的思念都化作高国庆前进的羽翼。526风光隐退这一天，能看到这位大学长再次披战袍上阵，想必会让很多棒球迷落下男儿泪。进行我蔷薇陈新闻王一圈采访报道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